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龚小夏，我今天再次扮演李素，今天就替李素主持这个李素挑战周孝正节目。那么现在我旁边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老周。老周你好。这是我们的也是30多年老朋友，正经的学社会学的，哎，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博士龚小夏。哎，您反过来替我主持了，这也是。那么我们今天是讲这个关于习近平这个系列的第三个节目，那么这个节目挺重要的，这是跟我们都认识的人有关系，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客观评价习近平这个文章里，有专门长长的一章讲比较习近平和薄熙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以前还没有人这么去认真的坐下来长篇的比较过。薄熙来呢，我们还都有点关系，他跟我是这个大学里这个同一个专业的同学，那么他跟老周呢是当年北京南四中的同学，校友，我们是校友。对，我跟他大哥就是薄熙勇，我们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同班同学。嗯，当时薄熙来呢是高一班的，比我小2岁，但是也是校友。嗯，而且我跟薄家的几个孩子都是校友。我跟薄家的孩子也是薄小龄住，跟我住对门住了6年，所以呢我们还算是很熟的。那么这中间就很有意思，薄熙来是差点成为中国的领导人，在薄熙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之前呢，他的这个做的事情啊是很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不耻的。就是什么，他在重庆，他当重庆市长时，他当重庆市委书记时，他做的事情唱红打黑。打黑呢是打击黑社会势力，用非常强势的专制的毛泽东式的手段来打击黑社会，枪毙了不少人。而唱红呢是唱红歌，唱当年的革命红歌。那么在这中国特别是知识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呢，薄熙来是一个左翼的专制型的人物。那么到现在习近平当然也是了，可是呢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谈到的薄熙来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薄熙来呢他是唱红，他也不是唱红，他唱的是极左，哎，而且他不是打黑，他是黑打。所以说当时他出了事儿了，哎，大伙儿呢觉得还是中国的幸事。您再能解释一下，就是 这个所谓唱红，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在黑打，为什么说打黑是黑打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吧，他把人家那个民营企业家有钱的，他给人家严刑逼供，还打死几个呢。完了之后他就是把人家钱拿来了，拿来之后他就开始收买人心了。你比如说他们的几万个当时重庆的干警都给人家买皮鞋，给人家买什么西服什么的，就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对薄熙来也没有什么好感觉，但是呢当时是这样，我跟薄熙来当时抓进监狱坐牢的一位律师，就是这些民营企业的律师李庄，有谈过不少。李庄跟我们描述了他当时在这个就是被抓进监狱之后遭受的酷刑。那么当时后来我们专门做访谈的时候也就说呢，这个李庄事件呢是整个中国迫害人权律师、迫害律师的一个先声，也就是说薄熙来是开始了中国迫害律师的一个行动的。后来我们就都知道有409律师啊等等这些事情，到现在呢人权律师基本上是没有了生存环境，是不是？那么薄熙来你说当时他是没收了所有这些民营企业家的钱，因为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呢也是在这个游走在合法非法之间，因为中国这个法治本身就很不健全。那么他是拿来给很多警察，给谁还给谁买了什么东西？对，他就是说一打黑叫黑打嘛，黑打完全他是破坏了法治，是他走的那个路子不是市场经济，还是想走计划经济的路子。所以当时呢薄熙来垮台之后大家挺高兴，因为当时还不知道习近平什么路子呢。嗯，但是薄熙来这个时候呢他在国际上啊有点好名声，是为什么呢？因为薄熙来是美西方人呢、啊、多年没有见过的一个相当富有魅力的这个领袖。我这里说一点那个说一点就当年的事情啊。薄熙来在北大的时候，当年大家都说以后要做什么嘛，那么他的这个理想啊，就是去驻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在外国生活。所以他每天呢，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会跟着我们西语系的一个女生，后来还是我一手下，就是就学英文，所以他英文不错。
他也是应该相当，就是说智力上应该相当好的。那么他到国外来呢，我在国外不少场合，就是不是很多，就是他1995年当商务部长的时候，我见过呢。那么他确实当时是可以说风度翩翩，所以很多外国人呢对他印象不错。是薄熙来的这个智力不错，这爷儿的也是我们北京四中的，北京是重点学校的高一的学生，他毕竟初一初二初三还有念了一年高一，但是薄熙来的情商有问题。你比如说吧，他当那个当部长的时候，当时副总理就是吴仪，吴仪是死说活说看不上薄熙来。为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交往，我们也不了解嘛。就是你想，人家吴仪素质挺高，而且是一老太太，而且是一单身的老太太，他就摆不平人家。吴仪就是死活活说就看不上薄熙来，这就是说他情商差。而且呢，他找了一个漂亮姐儿，就是他的第二个夫人，住我楼上，是吧？对。那结果这个漂亮姐儿就狂了。你说你搞了一个什么人，咱就不管，你把人家海伍德给毒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所以人家想救他，没法救他。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放下来，因为薄熙来案是一个专门可以很长的一个话题，这简直是一个大的悲喜剧啊，历史悲喜剧啊。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客观评价，习近平的文章里就说薄熙来是习近平的偶像，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薄熙来是什么呢？薄熙来出来的风度翩翩，很有教养，而且是很受人崇拜。那习近平心目中呢，就希望他跟薄熙来一样。可是这个作者就认为呢，他说薄熙来啊唱红是只是说做个招牌，打黑呢他倒认为他办了点好事儿。那么习近平呢，把薄熙来的这个唱红就做招牌这个事情呢，变成真真正正要推行左翼那一套了。那么他把打黑那一套呢，变成全面来打击这个私有经济。所以他说，他等于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的我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是模仿薄熙来之后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对，原来薄熙来呢是唱红打黑，或者叫黑打，大伙儿得有意见。有了上了一个习近平，大伙觉得比薄熙来强了。现在大伙说，我就跟他聊嘛，我说你们怎么样？他说我们都判断失误了，习近平还赶不上薄熙来的。就您跟谁聊？就是我们，就是周围的人呢。我们周围的人好多都是高官子弟啊，好多都是知道他们内情的人呢。你看现在说就后悔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老骂江泽民，说江泽民不错，哎，胡锦涛更不错。现在可好，到了习近平比他们差远了。嗯，这就是误判。所以我们就分析分析这误判的原因在哪儿。一个是体制，还有一个就是倒霉啊。你比如说薄一博要是死得不早，因为他薄一博已经活到99岁了，而且薄一博也是副总理，而且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副总理。这个薄一就是这个习近平他父亲习仲勋也是个副总理，他们俩级别都差不多，都是老资格。可是问题是这个谁，那个薄一博他死得太早了。还有他这儿子里头最能干的就是我的同学薄熙勇，比他们能干多了，你知道吗？当然，但是这个误判，他们当时是他是怎么判？他除了说就是习近平比薄熙来好，这是一种，但是他们是判断习近平会更像这个胡锦涛呢，更像江泽民呢，还是更像谁？因为薄熙来绝对不像他们。不是这个习近平呢，应该说比较现在来看比较像。这薄熙来了，因为他也左呀。不，但当时他们误判的时候，是误判，他们认为。但是为什么他们误判？比如2012年习近平上去的时候，他们认为习近平是哪一类的领导人？是更像胡锦涛，还是更像江泽民？大伙儿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希望这个习近平像他父亲习仲勋，因为习仲勋是广东的省的书记，原来习近平的前任。那个就是习仲勋的前任书记是赵子阳啊，赵子阳由广东调到四川去了。对，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广东，所以我是知道这个赵子阳1975年调四川，后来调来的是韦国清，韦国清到广东去做了不少坏事，后来1979年这段历史我可以讲一下。1979年12月份11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这个
已经中央就决定将习仲勋调去广东当省委书记，这是我从习仲勋本人的嘴里听过来的。所以习仲勋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看见赵子阳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赵子阳就找他说，哎，听说这个你要去广东啊，你去了广东就说有些事情要做，其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务必把我们当时这个集团的人放出来，当时就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以习仲勋本人说的，赵子阳叫的，到了广东先把李一哲放出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我们都听说过，因为我们在北京呢，因为小夏已经在广州了嘛，广州那个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叫，还不叫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反革命集团很有名，仨人嘛，咱当时、那个、我们是二十多个人一块被逮进去，二十多个人里头最小的就是顾小夏，那时候也就十几岁。我开始进去的时候还不到18岁。哦，所以这一点呢，习仲勋我们确实，你说的刚才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习仲勋这个事情是大家都期待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当初受过迫害的，据说他妈还告过他，而且是他还进去少管所待了很长时间，待了一段时间也是被整得很惨。那我们觉得他们既然有被整的经历嘛，应该更倾向于改革开放，是不是？对，那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呢，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去插队，他就跑回家了。他跑回家呢，他母亲呢也比较左，就给他送回去了。其实呢，习近平在年轻时候有一段时间缺乏母爱，所以你看他的心理结构有毛病。你想，你说你这么一儿子很小就给送到穷乡僻壤去了，人家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他妈妈应该给他温暖呢，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呢、哎、他妈妈把这习近平给送回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习近平的个性有问题了，这问题跟他没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如果他缺乏母爱，他就有一种这个人格的缺陷，心理的残疾，你得分析分析这事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习近平上课呢？就是你这小时候你有这些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嗯，所以这个的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前边说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领袖魅力和人格这方面呢，其实这个是特别重要，你刚才说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个因为中国啊是个挺相当封闭的国家，领袖一上去之后呢就铺天盖地，尤其习近平的铺天盖地的赞扬他，就各种吹捧的文章，但是呢对他们年幼，就是年轻的时候甚至年幼的时候一些个人经历吧，好多是讳莫如深了、啊、对，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的身边应该说要不然就没好人，有好人水分也不够，你得又有水分够的又是好人，习近平哪有啊？你看他身边都什么人呢？你想一想，对，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就是林彪是个人，林彪当时也是一样，林彪就是四个伟大嘛，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嘛这个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再看习近平周的人，差不多就快喊了习主席万岁了，你想想，但是林彪什么下场呢？对，林彪跑没跑了，他想谋害，传说他想谋害毛泽东，这不就倒台了吗？现在林彪已经倒台有50多年了。嗯，那习近平挺惨的，我对他这个安危我也有想法。嗯，你说都什么人呢？你认得吗？对，尤其你这么大官，你又是一把手，定于一尊，权力极其集中，过分的集中，麻烦大了，叫高处不胜寒。嗯，所以呢，这个就他的一个人这个命运呢、啊，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还是挺大影响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会继续跟着关注。但是说到习近平跟薄熙来这两个人的比较呢，大家有兴趣去看看这篇文章。那么我想这个作者呢是比较崇拜薄熙来的，应该这方面很看不上习近平。所以往下呢我就想就专门谈一个问题，就下一集里头啊我们就专门谈一下习近平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呢文章的作者就说了，习近平让中国向中国倒向了一个就是等于这几十年来最坏的一个国际环境，这是怎么造成的？那个老周好不好？好好，那行，我们一会儿再聊。好，谢谢大家。Thank you.